这个是我们家楼下的一个领口罩的机器，基本上很多社区楼下就有这样一个机器，可以免费领口罩。是第一代的棉布口罩，透气性比较差，这个戴的不是很舒服。这个是第二代的口罩，一包里面有两个，上面有中英文说明，可以重复洗涤30次。这款也是目前戴下来感觉舒适度最高的一款。这个是第三次发放的纪念版口罩，上面有一个鱼尾狮，也是新加坡国庆节的时候发的。这个比较薄，比较贴合脸部，但是我不太喜欢它里面的那一层。这一层好像是涤纶的，就很容易吸附在鼻子上不透气。这个是第四次发放的口罩，有大小尺码，从 S 到 XL 都有，也是每包里面有两个口罩，另外呢还有三个滤芯。加滤芯的话呢，可以增加它的一个防护效果。不过不加滤芯也是可以使用的，它这个也是比较薄的。网上我看到有人把它叫做黑丝。我们拿了一个 M 号，一个 L 号，这个现在还没有用过，不知道舒适度如何。